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糖。大家好，我是竹子。今天我跟竹子两个人来到了竹林里面，我们来找一下有没有春笋，冒尖的春笋。哇，这里发现了一个笋哦，你看才冒尖了不久，就是还是黄色的这个头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你看这样子，我把它挖出来，挖两个回去吃一下。来，我来看一下啊，哎，这一颗还蛮大的啊，这个还可以哦，肥肥的。又黄又肥，这个应该是他们以前挖竹笋啊，挖着挖着挖剩下的呢，所以藏在这种松土里面长出来的。哇，好深哦！是的，这个还可以哦，真的，又嫩，它又不是出来很多的那种，就是只出来一点点黄色的那个头嘛，所以说这个笋子还是蛮嫩的，吃的话应该会很好吃。就是我们打笋的，我们是业余挖笋的，我们只是想吃了，就自己拿着锄头来挖了。哇，都挖的差不多了啊，把它挖出来了啊，看一下，从这个下面看一下，这里好长哦，你看，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根了，这里，还要挖一下。哇，有好大的蚂蚁啊！这里肯定是有的。我们是撬着人家的家了吗？哎，其实挖一个就差不多了。一个都有的铲啊，我们就吃一个吧。把它这样子，我们这小锄头也挖不了多少，我们就挖了尝一下鲜而已。下次要拿大的锄头去挖。对。好大一根就够了，这里还有一段那个没出来的，把它挖出来也带回去。